火山步道走完成功，骑住，祈福钟。那、啊、你说那个钟怎样的？可以敲可以搭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在53年，有一个那个20多岁的青年，叫他名字叫郑汉。小弟要爬山，等我等。你要吃糕点才帅吧？好吗？我们是从水尾波峰，哪哪？看影片来个第一片，一般啊，一天一天。到最高点的了哈，对，火山步道瞭望。哎，这你是在正中间呢，你看，正中间呢。你要再走过去吗？不行。你看水桶啊，这个都是民间自己整理的步道，自己自动提水来，自己提水来浇。人家走到国中去了呢。左边一条路，右边也一条路，不过居民说殊途同归。这条是较大条啊，这较远路啊。这给烤的啊！哇，这杂草太高了。插入了哈。啊不，一小段而已的。这样算走完了吗？走完了。火山步道，记录一下。记录一下，火山步道走完成功。结束。好，准备开始走柏油路。造桥国中，花剧场啊，那个花就是油桐花。
又在逃。没力了。再来就是这个能线这样上上下下了，缓坡了啦。看资料是这样写的。有一个祈福桩哎，祈福桩。那你说那个桩怎样的？可以敲可以搭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被锁住。被锁住了、哦。为什么会被锁住？因为太吵了。太吵了。这个右上，你最喜欢哪一个角度？哪边是哪个？第一个是歇脚亭，现在在大观景台。等一下还有斜阳亭、小观景台。才到出口，再走所有路回来。你们两个体力很好，都用跑的。对哈，哪里上台才到最大？真的呀，真的呀，这样。因为很久没去了，找你们去，他把我们这个景区体验啦。那有写字哎，写什么？看得懂吗？父母巨无德，举大。看不懂。这里有团圆、圆圆、千百眼，这都客家话。岔路，往哪边走？来，哪边？我们要往哪里？出口啊，多少公尺？800。八百，好。摆摆这个，当然都有玩啊。
好走吗？你跟我讲。很好走。很好走。那、啊、等一下再走另外一个、啊。对、yeah.。登山口了，开始起灯条岔路，不晓得去哪里了。这里漂亮吗？这里好漂亮，哪里漂亮？因为有水。有水还有什么？然后有平原，有房子，有田，有风力发电，然后还有轨道。这是有卡到哪去了？在里面，在那卡在里面，卡在里面。有，它有在碰，有没有？嗯。要转了，要转。有在动哦。这里还要抓吗？还是这样子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如果它要跑出来的话。